身体检查、健康检查。虽然呢，这一次大雪的死亡人数大幅下降，但还是有人缺少人命，因此有个人把全部都绑在同一天，并利用科技来协助计票。印尼卫生部长表示，下届选举他们考虑会派遣医护人员到投票站去巡逻，去检查选举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。
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